是来这边度假，来这一边看医生、中医啊，然后来这一边就是吃吃喝喝啊，然后这边住一晚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对岸的金门同胞。那我来大陆五年，我目前在中国民生银行集美支行担任行长一职。其实我们金门的医疗其实是普遍比较落后的，可是就是我不断的呼吁，其实这一次的夏金同城这一个，就是从9月12号的这一个，我觉得夏金同城这一块的部分，对于我们的这一块，其实就是三甲医院啊，我们可以享受同等待遇这一块，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其实我觉得影响很大，因为我们金门的医疗，我们每次都要回去台湾看医生。然后另外一块部分就是整个厦门大学跟金门大学的这个全方面的合作，就是我们是希望说更多我们金门的小朋友可以来到大陆，来到厦门，来到福建这一边念书。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来到大陆看一下说，哇，到底大陆的成长到底有多大，包含回到金门大学，每次回去金门大学去上课，然后去帮所有的小朋友上课，我跟他们讲说，真的你们要来大陆看一下，看一下就是大陆到底就是它真的是非要式的成长。所以其实在这一块的部分，就是只能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踏上祖国大陆，然后来到这边看，真的是实实在在看过了之后，才会知道说，哇，就是跟你想象中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